早九点多，台南安平港就涌现大批人潮，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准备登船前往澎湖。这也是丽娜邮轮在台南安平直航澎湖马公的第三度复航，现场情形带一起来看。有啊，很方便啊，从台南出发很方便。为什么？因为很近啊，在安平而已。好，真的方便很多，希望可以。之后都可以从这边去澎湖。好，那么是可以听到民众都相当的兴奋哦。复航后，民众甚至可以带着机车上船进行跳岛游。那么现场除了人潮，同时也涌进大批机车准备上船。那说到丽娜轮从台南安平直航澎湖马公，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哦。原本预计去年四月就可以顺利起航，没想到因为疫情搅局，只能一延再延。如今终于顺利起航，整个航程大约两个小时。目前航运业者经过疫情评估，也和旅行社合作推出假期套装旅游，要趁势抢一波商机。